音乐社的朋友大家好啊，欢迎再度收看我们的每日单曲的部分啊。那今天特别介绍的是我在去年啊所录的一个黑胶唱片啊，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啊录一个属于个人专辑的部分啊。啊，同时也出了 CD， 这个专辑的名称叫《月说宝岛》。什么叫月说宝岛呢？每一个地方的代表性的一个景点我都写了一首歌。今天要介绍的是101 Taipei City， 是我们国人的首都啊。台北我们所想象的就是一个非常繁荣非常热闹的地方，是我编起来比较热闹比较摇滚啊。那当然是用的东方超级乐团的 Live Band， 所不同的是这首歌我用大量的个和声来跟我的 Auto 啊Sax 那个对话啊，从前面开始就有了。那这一首歌的编曲的编制啊，除了五支 Saxophone 的 Units 啊，包括一部、二部 Auto、三部、四部 Tenor， 还有第五部的 Baritone 啊，那 Blast 部分的三支小喇叭、三支 Trombone 啊，这是 Big Band 标准的一个 Big Band 啊，所以呢，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摇滚、非常热闹、非常壮观的一首歌。来，今天特别介绍，101 Taipei City 101 Taipei City。
101 台北 City。